来哦，白同学今天要选择让这一只出院了哦。哦，我是感觉会使啊。哦，大概可以的，伊袂阁神经质了无？好，然后要出院之前，这边哇，电费唔知讲爱人讲爱关啊啥潲，唔知关我已经先甲关一趴，互伊较暗的安尼个，哦，让他稍微有安全感。好，之后拿起瓢子，啊，这阵嘛温度哦，这阵嘛温度拢同款哦，我们就过去就不兑水了啦，哦，就直接了啦。这鱼仔足惊浸破，我这来注意，真歹抓呢。啊，这鱼仔咧抓嘛，爱注意，爱互伊袂惊，你知无？无只咧惊吼，即马等到时起的时阵，佫多咧浸破。哦，好好来只，好，这个先移开啦。好，来哦，要去大自然的哦，慢慢来，嘿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嘿，对，起来啦，靠腰抓到海苔，快点啦，这网仔是我伤细，哦，哎，这啊，我讲鱼啊，愈歹抓有哦，愈歹抓愈健康啊，真的。好、哦，要一下子上来了哦，是不是抓多久啦？哦，我要用较温柔的咧呢。你拿一支沙走啦，你抓到火大呢。哦，对啊，哦好，这创这假鱼啊嘛真假啊！哦，注意哦，这鱼会跳，我怎么学跳，手甲抓咧，哦这样子，哦好，下去，你这较早，这较早捌做过同事，应该还好。这个以前我当过同事，哇！你看伊浸破开了，佮身躯佮哪哪，秘书佮有斑点啊，有无？所以这光啊，这海水鱼啊，足怪小呀！啊，等一下就会好了，哦，伊还佮你浸破嘞，哦，有头头好呀！啊，若是讲来好个了时阵，有无？灯就可以打开了。哼，你安尼浸破那秘书那卵圆，看我会惊嘞，林老师嘞。好，把一只甲开开啊，煞小伊啊，伊也无啊两公呢。白同学饲的了，哦，要观察一下。头呢？干嘛呢？这只的肤色来讲，那无啥正常啊，还是那个时间还袂到嘞。看了咧惊惊呢。是种卵圆表面的感觉呢，看是伤紧，还是真正咧紧张呢？哎呦，地脚看，伊地脚看的时候肤色还好，咱抓起来，安尼看咧，看咧咧表面安尼麻麻，这表面安尼麻麻呢，要搁咧适应那一关，目前还好了。因为这只吼，你也看作散的，我小可小可咧抄啊，小可哦。哦，因为我讲有人是讲你变动了时会迄落，但是目前安时啊还好，无啥咧抄啊，有我提啊，豆豆甲提啊，但是伤散啊，这只鱼仔本身就无啥健康啊，但是试看卖下咧，吓，小搭一下咧还好咧。欸、这只真歹呢，有迄只嘛真歹啦，靠遐啊，会搭呢。先关灯了，然后先关灯。
先关灯，哦，会较暗一寡。无效，佮打开。我来讲，倒一寡饲料，分散注意力。哦，分散注意力，安尼安尼就还好啊。我讲饲只海水鱼啊，吼，伊要伫遐融洽吼，真的是一门学问呢。啊，即只进前是做神经质的吼，可能有人讲有讲去用偷草，无伊身躯袂遐压迫的。叫但是伫下骹看的时阵，伊身躯看无法无法撩呢，啊，为虾米撩起来佫像佫变较撩？你看伊瘦到安尼呢？对啊。种乱源的面呢，靠腰就足惊的。嗯，我那个啥，该泡的蓝色药水把它泡了三天了，啊，然后另外那一种，那个啥，那叫什么小？那九五的时候，我大概用六天啊，应该是好的，袂啦。伊吼，这毒吼，伊无蛋白质哦，它没有蛋白质来讲的时候，那个水啊，你看这么比较好起泡，所以这边无蛋白质，水咧换角会比较快，所以我感觉这鱼啊嘛是爱抓出来，所以鱼啊其实细度较袂歪，伊这么咱小可看那种脱毛那种感觉，伊啊鱼啊瘦到足行的，会啦，但是我是感觉应该是。有办法了。你得这，原地你袂甲抄，你怎变会甲抄？奇怪啦！伊原地袂甲抄呢，无紧啦，但是是小抄者还好啦，吓、啊。哦，好，大大正常，迄尾仔鱼也正常诶。伊即马大大去适应，啊，伊则就是会随流会冲我。伊身躯内艰苦，伊会伫遐冲诶，啊，这就是形生啊，伤形，你知道？形生啊，伤形，就拢伫遐咧加。啊，恁遐伊搁走伊个手，啊，伊叫吵死，你莫走遐啦。哦，有啊有啊，小豆豆伊着，因为我讲你看伊个翅膀有无？你看伊个翅膀，伊着小块搁白白黏在，所以我不管安怎用，伊内底拢搁白白啊。这一件用来先来先看挂，无我敢叫跳出来。适应一时啊，应该就好啊。啊，这就是大自然的，所以有的时候鱼会打架吼，这个问题还蛮麻烦的。啊，伊原底迄只是大个只，我就看他觉得弄个小块一直摆电压，搁压，我个来只有紧迫，尾啊好个了，搁来只出关啊，怎么走去对面啊？底下安尼无要紧。生米要调，所以吼、哦，我伫遮一个心得，甲同学分享咧。鱼啊，如果说真的不是说它撑到完全不行哦，你家放下来底也还好，因为我原底也无甲掠时，因也无啥冤家啦。伊就是本身可能家紧张尔，但是你即马一掠佫入去重新适应哦，对鱼啊来讲是一种非常之冒险的考验哦。这所以平常没事。尽量鱼要卖刷苦刷来刷去哦，伊会一个地域性哦，就麻烦了。要不然就是要同时在抓，同时再放下去的。哦，迄是熬人眼教，不然嘛有研究出迄个心得的，你知道？啊，伊就暂时先在向霸凌避到边啊，固然嘛是爱的，因为你若无刷迄台，迄只底下可能嘛是会死的。哦，好啦，加油啦！看头卖高潮哦，这是真正实战经验分享，拜拜。